本台消息，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势。坚定信心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主力战。2020年初，一场病毒席卷而来，热闹的街头巷尾开始变得冷清萧条。在这个漫长的冬日，城市被病毒涂抹了黑漆，一群人正拼命为它洗刷。很庆幸能记录下这些时刻，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瞬间，或渺小的，或伟大的。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，也是不计回报的守护者，在不同的岗位上坚守，散发着光芒，像繁星一样汇聚成了美丽的星河。这个世界生病了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再等一等，前线的战士正在撕破毒雾，带着我们向光前行。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人们的心，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，新沂市各级各部门纷纷采取行动，全方位防控疫情，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，携手共同把关。这群春节不归人，24小时难坚守。等到口罩取下来的那一天，我也想看看你的容颜。在这浪漫时间，英雄就在我们身边。